吃啊，吃睡觉。来来来，你昨天晚上几点睡觉？昨天比较早睡啊，昨天一点半。干一点半很早，你命很好哎。没有。啊你啊，你几点睡觉？12点半。干你命更好。啊你几点睡觉？没睡。3点半吧。3点半。我1点半。干你命也很好。你昨天几点睡？当然是没有睡觉啊。干你完全不睡哦。我就没有睡觉啊。你就直接一路读到早上。对啊，我一路读到早上。干太屌吧？你这样子，我12点就睡啊。12点。对啊。那你命很好哎。啊？命很好哎。对啊。早就读完了。睡好才会考好。是那就哎呦，哎来问一下你昨天几点睡觉？1点半。干，大家其实都蛮早睡。睡好还好。哎，你昨天几点睡觉？1点。1点。早睡早起。OK。哎，周宇，你昨天几点睡觉？2点。哎，其实大家都蛮健康的，我以为是什么4、5点之类的。哎，突击，你昨天几点睡觉？我不到12点。12点就睡了？对啊，11点多睡。感觉命很好。12点。啊，你昨天几点睡觉？3点。这才正常嘛！啊，你昨天11:25，11点，这命最好。你现在是我目前问到最早睡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命真的很好。然后你昨天几点睡？12点半。12点半，这都没有用了，这还没用，不够早啊！我以为你什么10点半就会睡觉的。啊，你昨天几点睡？快2-3点。哎，跟我一样。啊，你？我大概1点左右。1点。开跳床来，倒数3、2、1哦，3、2。你昨天晚上几点睡？9点。我靠！信号强者，信号强者，太屌了。10月11日啊，这可以吧？刷卡，这是他小。刷卡。4月11，我操你妈！今天不是4月10号吗？我是不是其实不是电梯系的学生？哎干！我操！你他妈刷不过！看太好笑吧？为什么？你是电机系的吗？看，其实我是外系。看，这真的蛮好笑的。天哪，这个不好做，这个秒做。读书。你一定不是电机系的。好了，滚蛋，转机仔。老人滚蛋。被你发现。看一下可不可以刷？等下锁起来。干，真的只有你不能刷，超可悲。哪里有卫生纸？啊，披萨在哪？没有披萨了。一人一个。哎，这个不一样。这个。为什么人那么多？干贼爽。主播许愿成功啊！主播许愿成功。炸鸡是我许愿的。电子学期中考读书会。这样的内容，并连在一起同一个。然后呢，这个接着最麻烦是这个 CGD1， 然后另外一个呢 CGD3， CGD2。好，它看起来非常复杂，但它其实只有三坨，一个就是 J 坨。助教表定，6点到8点。现在时间8:45，怎么说？我只觉得好燥啊！那个冷气应该调亮一点，越做越热。可能有两种用法，你有古语跟比较汉化的，日文就很难了，我就直接不修了。我修完一上，我不修一下，太累了。你一上见好就收，真的见好就收。不是把你脚修了？啊，没有，你要修一年呢。介绍一下你衣服啊，就是我走进 Uniqlo。我看到这一件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我觉得很有料，很有料就买了。不知道在干嘛，但我看了一久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个衣服超干的。然后这个人，
刚刚就跟他说，我觉得这边也很干，你干嘛穿？然后就说，你上次这边我穿这边也说一样的话，这一件很干的衣服啊，发现了。讲好几次，这衣服很干，这衣服很干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这种东西要怎么去用？刚那些基础定义证，如果证得出来，其实你大概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东西要怎么证明。那接下来就是recurrence 的部分，然后。那第一题如果那十五分这样给，这是血赚。如果没有看过程的话，如果说你要自己推，那十五分就没了。我会不会这样？八的连数字都背过，八的连数字都一样。那个3.18 GHz， 主要是1.59，那个危险上有一样。那个危险上，我就那个看都知道啊，这个就是这样了。对，你要算出那个 FZ 算出来是3.18 GHz， 你一算出来你就知道，这题稳了。对，这题就稳了。跟那个连数字都讲一张一模一样，我就直接开背啊，背老熟了，好不好？超电子学是个贝壳。今天那个考完了四块就回家去了，去社科。不是你要叫我电池去。干，你看要拍，你连这个都要拍。对啊，这为什么不拍？每个人都要带一张小抄。这个最精彩了，这个最精彩。耶、yeah. ，我的应该差不多。就很，我就写一面，对啊，你才写一面，写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东西，你写一面而已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写那些看不懂的东西。好，这边把简单来讲，书都扣全抄上去。不是吧？基本上就是你刚刚好吃了，大家留开留开。我靠，超多，不是啊？这个有必要抄吗？抄这个没有用，这边有用，这边有用，真的没有用。但这个考卷也太厚了吧？好啦，这课要考3个小时，先这样。我只看了 Master Theory， 没有，我只看两个，那个是那个超，还有一点超限制，那个 log 很简易。对，他应该是 log 很简易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我有抄到，我有抄到，我有抄到。这位是 boss， 干是超简的。他只能问了哪一题而已，妈的，然后不抄了，抄了整张纸那个。演算法越看越不懂，我觉得演算法是题目念过激的，看越不懂。而且我真的觉得，就是上课教那些跟今天考完全没有同理。卷姐考如何？比谁坚持？继续。我来不及写完。我觉得这要比谁先。干，这怎么可能写得完呢、啊？这个要挑题目写。十一点就写完了。啊！我操，沈庄。沈庄说他十一点就写完了。干，真的。像他。啊！干他是真的很强吗？有修。连环计，连环传 ，OK， 稳妥，大家看到两台都拖不走了。但是有人在期中考都打麻将吗？那就要问这三个。没有啊，你现在这个时间点，这个点几点？现在你看几点？1:30，1:30你。1:30你读不掉书啊！现在超困的。哎，我碰了。情况已经从可怜，然后跟我讲电子到可悲，这是通灵啊！这真的通灵，真的是通灵，不要太开片了，拍大家考完期末考、期中考的样子。你还没考完，我还有一科。啊，我考完了，但是我他妈……你放哪一题？你放哪一题？我是都有写，你每一题都有写。但是他妈，我不确定啊！干他妈的，后面被答案大赛，考完啦。考得如何？啊！我当默写在写。当默写，你说拍 x 考 cos h 负一 a 分之 d， 先背看那个 comparison， 那连推都不会推。Sigma 换成那个，那换掉。我要直接换啊，那直接换。没有那个连推都不推，不要推，不要想，直接写。我整个证明过程全部是背诵。Determine 就是背诵。怎么样？考得如何？啊，凉死啊！天气那么热，还是一样很凉。不坏。6位。好。我们现在要最大的。
哇，看这太大了，这太大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现在是这个位置。好，耶。哦，这个还不错。哎，这我觉得这还不错。我做一半三个问题。那这是最后的晚餐呢。考前一个小时。对呀。拿。这里的。先打。所以你要拿这边。先打个麻将压压惊。吃一次牌，听碰一次牌，讲一个知识点哦。等一下考试的知识点 ，OK。开背了，开背了。